大家看一下这个人贩子哈，进院子以后直接就冲着这个小女孩就走过去了。这是大白天有人啊。然后狗叫了，狗一叫他就知道，他就马上就撤回来了。这是从屋里出来了小女孩的爷爷奶奶。这个时候他又假装问路，然后两个老人都找孩子去了，然后他就直接就走了。所以说他根本就不是为了问路哈，像这种的这就是人贩子哈，一定要警惕哈，一定要提高警惕哈。